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，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年代了。但是呢，如果待会有我在唱的时候有人听过，就代表着他的年纪也差不多了。因为现场很多，你看摇滚圈很多年轻人，我相信你们都没有听过。所以呢，我想要先唱这首歌曲，然后旁边这两位帅哥是我今天特别请来的，先给他们掌声鼓励。他叫做 James， 他叫做阿伦。有帅吗？帅哈。我今天还特别说你们不准用头发，因为怕他们抢我的风头。所以你看我常常擦红色的口红，就多么心机很重。好，要唱歌了哦。Watching you.